编自张爱玲作品的电影《第一炉香》正式开机，其中主演马思纯的民国学生扮相引起热议，很多明星都扮演过民国女学生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表现，你最喜欢谁呢？NO1 马思纯原作中的女主角葛薇龙是个时髦美貌的女学生，有着平淡而美丽的小秃脸，但是开机仪式中马思纯的扮相显然差了几分意思。网友的吐槽永远是尖酸辛辣的，有人说面对这样的葛薇龙，她姑妈难道还会产生让她去当交际花的想法吗？前几日马思纯在戛纳的生图被人嘲虐扮，有人则出面表示他是为戏更费用，于是网友这次调侃，看这结实的身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要拍的戏是骆驼祥子呢，女主苦又大抵如此。